钟声一跃之后，那片破碎的海面，动作再多也只是变成了噪点，话语盘旋被海浪推向了岸边，就让时间将我淹没在深海里面。执着不前，孑然一人的表演，怎样才显得和谐？只是你连我的轮廓也看不见，无法燃起的火焰，孤独是何种感觉？谁能够理解？尝试着理解。光把跳跃拿出什么作为交换，换一个头上面，为什么你和他们都光彩鲜艳？